华裔宝贝，你知道这是中国的什么地方吗？今天就带你们开启第五站，北京故宫。故宫又称紫禁城，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皇家宫殿，占地面积约72万平方米，有大小宫殿70多座，房屋9000余间，同时也是世界五大宫殿之首，中国建筑无一可以媲美。故宫既是一家皇家宫殿，也是一座博物馆，曾有24位皇帝在此执政，它凝聚有着近600年的宫廷变化和人世沧桑，积淀了几千年的文化诉说和生命智慧，以其厚重的内涵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、艺术和社会历史的里程碑，在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1987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下期为大家介绍北京颐和园，本期推荐来故宫一定要做的10件事，记得关注我哦。